你姐姐带你出去玩了，别回去了。没，咱们新房搬家仪式也结束了，今天咱们一家人又回到了县城里面，因为浩浩今天开学了，终于把他送回学校了。对，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啥事？那个妈妈说她想回去了。想回去了？啊，她签证还有一个多月才到了。我跟她说了，多玩几天，她说你玩够了，想回家，担心家嘛，还有那个。我外婆身体也不太好，就想回去了。我还想着这马上3月份了，天气回暖了，到时候带她到处逛逛，看看花花啊那些。那你过去跟她说吧。行，那一会儿我去找丈母娘聊一下。嗯，好。妹。嗯。你娃好像一夹了吧？妹娃一夹来了。夹屁娘。妈都认得的，我见妹可见了。เพื่อนใหม่เจ้าแม่ก็ได้แล้วเลยดิอาหารจีนก็ได้กินแซ่บๆได้ยังก็เห็นหมดแล้วขึ้นฮอดบ้านกับแม่เฒ่าเฮาก็บ่สบายนี่แม่เฒ่าบ่สบายหาเวลาเจ้าเนี่ยมีหลายๆวีซ่าได้แล้วลูกพอแล้วลิงกวางลิงกวาง这次带丈母娘过来中国这边过春节进新房本来打算这次来中国带她好好去玩一玩可是这次过来她很不适应这里的天气太冷了身体也不好经常感冒这次感冒也是刚刚才好本来打算这3月份天气就要变暖了到时候再带他去好好玩一玩但是他又说他也想回国了妈快点来烤火烤火不能哎我有件事跟你说你亲家母想回去了想回去了对你今天要回去了啊、他们家干不太阳哦没家吧不妈上那天就乱乎了后就乱乎了要带你你女婿你就带你出去玩了别回去了没家吧不跑门啊他被领干哦带来我靠带来这只母你的米黑的这只母อันนั้นมาโดนแล้วขึ้นหอดไม่เท่าเนี่ยไม่เท่าก็สบาย他说想回去他说玩了时间很长了又想到那个外婆身体不好你外婆身体不好不了啊对90多岁了我妈就是担心她又想回去了有的奶奶总突然的应该是啊对你们那好决定好你走啊阿姨说越快越好就这样子的越快越好哟就是越快越好我说你决定把手哪天走了我就回乡下你给他摘点谷子了带回你们哦没呀吧反正是没啊那我告诉你是被熬麦酱没还叫麦当哦不熬了没动不熬快记了不叫不干吐呀熬麦开那破了今天赢了没敢拿熬麦我妈说算了，大爷不方便，你舅舅辛苦。不辛苦。你需要早点回去，你们呢就是亲人些噻哈。哦，老婆，我爱平常心，老婆。不要。必须要。吉时已到，开财门。接下来祝你的教育啊，咱们幸福啊，一家伙。
中午的饭还有炒了几个菜。中午的时间是我哥还有那个我嫂子的爸爸妈妈有来，今天晚上的话我们再吃一碗饭。